皮炎呢，它是很笼统的概念，所有发生在那个皮肤表面的那种炎症反应呢，我们都叫皮炎。它种类呢，根据它的病因呢，分为不同的种类，有物理性的，比如说受凉受风引起的一种皮炎改变，这种，还有呢，第二类呢是化学性的，受到一些化学品的，比如说家庭主妇皮炎，就是用那个肥皂、洗衣粉、洗衣液用多了以后引起这种过敏性疾病改变，这种化学性的。第三类呢，还有感染性的，感染性呢，主要表现为，它就是有这个风疹呀、麻疹呀一些那个感染因素。以后引起的，包括一些单独一些引起的这种皮炎，感染性的。第四类呢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，这种因素呢，可能包括很多，原因不明的一些因素。